在第三场比赛开始，白色衣服的是滑冰国手黄玉婷，压低身躯，迈开步伐，摆动双手。二进冬奥拿下三项奥运门票的她，目前正在美国训练，但金船队友戴伟玲染疫，中标了，他中标了。哦，我当下真的快哭出来，我想说，啊，我不知道，其实我到现在心里还是很。 很复杂。眼眶泛泪，语带哽咽，因为同在美国训练的戴伟玲确诊，打了两剂疫苗却被突破性感染，现在只能隔离治疗。不过根据同在美国两位选手教练的消息，戴伟玲的身体状况有逐渐复原的趋势。因为昨天刚刚进去的时候是38.2度，那今天早上37.6，今天晚上已经降到37度，看起来状况是还不错。 戴伟玲目前列为备选，如果最后顺利入选，这次的染疫是否会影响到参赛资格？对此，滑冰协会强调绝对不会。根据美国规定，戴伟玲需要隔离5到10天，等出关后确定没有问题，会协助他到北京参加比赛。自主训练量呢？我们早上协会有跟他确认了，他其实在进去之前就跟黄教练拿了一份自主训练的课单，所以他每天的体能训练呢，其实都没有中断。 我国国手备战到位，只盼一人尽快康复。一人PCR 结果出炉正常，两人携手如期前进北京。三立新闻曾建勋、沈婉仪台北采访报道。